Got swagger like Jagger, big French palace, damn that's tight. Clean like McQueen, two pinky rings, damn that's bright. Hello, hello, 进来吧。欢迎来到我的试衣间，我明天就要去首尔的时装秀秀场，一起来挑选一下我明天的衣服吧。这一次呢，有这些衣服来供我选择，然后过来看一眼吧。这是一个高领毛衣，橘色的，然后配一个绿色的西装外套，很帅。接下来是一套蓝色的西装，后面还有一套有一点类似礼服样式的西装。大家觉得哪一套帅呢？我觉得可以先试一下。这就是我今天的 fitting， 拜拜，明天秀场见。心情无比的激动，就期待待会儿秀吧。接下来要去看秀，刚走了红毯。吃哪个呢？你看哪个好吃？吃一个 tteokbokki 吧，拍起来好看一点，红红火火的。tteokbokki，对，在这吃好吗？有点。八千。来一下子，来一下，来一下子。这个看秀感觉怎么样？很新颖。虽然也是在这边啊，有过住吗？有过，对。那这次有什么？住了好几年，不同啊。嗯。觉得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跟现在没什么变化，包括这些吃的，原来也是这样吃。秀的感觉，或者说就是这些就是时尚的，就会让你平时穿衣服什么有什么启发吗？嗯，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人不像港珠，这种搭配是我最喜欢的搭配。就是不怕冷呗。嗯，对。咖啡哦。这次首尔之行顺利结束，对，看完秀了，然后也吃完好吃的东西了，也差不多该回去了。明天再待一天，对，就回去了。